大家好，我是星红。昨天我们三个不是刚陪大橙子打完第二针疫苗吗？结果今天就巧了，给我发了短信，让我们下午4点到6点钟之内去打。现在是5点05分，正好我们在菜园子里边，我妹夫开车送我跟我小妹过去。这边是一个临时点，到了，哎，没有排队的，小妹咱俩快点。就等你呢，都懵了。单子用拿吗？带着手机，带身份证。啊，拿身份证。你这一天，我这针到底能不能打上了？身份证忘了，回车上取；口罩又忘了，又回去取。这边是已经打完再观察的了，我们得从后门进。看那屋里面人还挺多呢。哇，这么多人。要求跟第一针一样的，这么多人。32号，前面。32号还有一百。那这是啥意思啊？这证明你可以打了。啊。业务相当繁忙了，从下来一直到现在，这手机没停过。你笑一个。啊，还是我的皱纹比较深呢。真的都好多人说我得保养保养了，说这个抹眼霜注意了，我也抹呀。再说我好像十几岁就开始有皱纹，总愿意笑的事儿，有关系。提前算了，没有那么大箱子，要是按那么大箱子的话，它那个箱子超体积，快递费它就翻倍。因为我之前那样发过。我小妹是我家的客服，天天就这么忙。吉祥码啊，小曼。登记完之后再上这儿排队。北京科兴，我俩接种的就是这个。大橙子跟我俩不一样。这玩意这么狠吗？32岁7个月零十天都给我算出来了。第二针都是左胳膊。你发没发现像蚊子叮的似的？嗯，一点都不疼。两针全打完了。我们俩全打完了，厉害了，咱们就隔一天。我这也疼呢，有点疼啊，就差你了，德宇。啊，就差你了。干啥呀？打针呢？疼在店里，他给我擦车，我找他个衣服，我不知道谁衣服，我说这个擦车吧。哎，这别擦车，我能穿，嘎套身上。我的衣服啊，套身上了。这衣服我的，哪嘎新的？套身上了。旁边还有停车位，行吧，行吧。啊，这个电瓶呢？看我老弟给我擦的车亮不亮？嗯，真干，嘎嘎。